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陆哥。那我们今天呢要去一个地方，叫做中寮山莲花亭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听说很酷啊。我在影片上面看到的，就是人家这样子拍，有没有？整个国道三号一整条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等于说是在国道三号旁边上面的一座山的一个凉亭上面。对，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啊，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酷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探讨这个秘境到底实际上面是长什么样子。走。我们现在立刻出发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出发了，好不好？中寮山莲花亭是不是？我们这边过去要37分钟啊 ，OK 的。走吧，啊，我是不是也很久没有骑这个重机系列的影片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最近南部天气也不是特别的好，然后我也比较忙一点，没有时间骑重机啊。那现在呢，有这个机会可以骑重机，肯定要好好的爽一波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还为了重机跑去买一件新的防晒衣，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还刻意选的这种黑白色系的。有更适合的路线可供选择，接受。哎，DRG 大 GG， 这还在女朋友哎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是在欺负我单身狗吗？看来只好离他们远远的。啊，再见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了，右转，这里右转。南凤呢？哎，怎么又见面了啦？哎，是的。各位你们看，这边就是中寮隧道的这一个中寮山吧。 Google 上面拍的照片就是这边吧，应该就是从这边拍下去吧。我觉得这边蛮适合，比如说如果你有女朋友，就带你女朋友来这边约个会。只是说这边游客蛮多的，你们想要欧北来可能有点困难、啊欸、可是我在抖音上面看到影片是在一个阶梯耶，你们去找一下好吧。我今天想要找到那个阶梯，看在哪里找。好的，各位，我刚刚得到一个坐标，我们现在要再这样子绕一个山，有没有？然后到中寮隧道上面正上方挑战一下这个秘境，是不是？啊，现在充满了这个斗志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自己一定要找到这一个点啊！4.5公里，12分钟，走喽 ！OK， 前面有一个大弯，啊？这里要往左哎、欸。这里1.4公里哎，我们重机下去是不是有一点危险啊？哦，这里很陡、哦。我觉得我们车子停这里好了，这边的落叶有没有？如果我们重机这样子溜下去，有打滑的风险啊。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徒步好不好？我们徒步，我们目前在这边，然后要徒步走个1.4公里，有没有？一路蜿蜒，然后到这个点，好了。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:01，尽管没有下雨啊，目前这个地板还是有那么一点微湿微湿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像那种前戏刚开始那种感觉。好，那走着走着，第一个泥泞。哦呦，干你娘嘞！那是蜈蚣吧？哎、欸，
妈的好大只哦！于是这个傻逼就一直充满自信的往前走，走呀走呀，就发现 Google 地图根本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真的好可怜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智障的人？秉持住不放弃的原则，隔天这个智障又决定重新挑战一次，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智障会发生什么事情吧。我们昨天啊来拍的时候，整个路线是大错特错的。等等，我们要从这个小路下去。我跟你讲，真的不夸张，昨天呢我走错路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 Google 也可以 Google 一个叫莲花亭的地方，那边说实在还算漂亮哦，可是并没有我们今天要去的那个地方这么样的世外桃源的感觉。我昨天骑重机，然后今天想说天气非常不好，所以开车啦。然后我刚刚到了那个住家那边，我就把车子停着。我最终决定走路，这个选择是对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各位可以看到，旁边这些呢叫做月世界，就是一种很独特的地形环境嘛。接下来这路是打算怎么样？不要，好险我们要开车了，要不然陷在里面哦。我们走旁边好了。我的鞋子毁了。很重啊！靠腰啊，走不动了。旁边一点啊。继续往下嘛，对不对？继续往下。看，我们走超远的，我们已经走了快三十分钟了。到底是为什么想到要走的啦？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国道三号旁边，那我们等一下呢就会走到那一个隧道的正上方楼梯那边，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。那各位走到这边呢，可以看到左手边这边有个小隧道，我们等一下要经过这个隧道，我预计还要再走三十分钟才会到。到底他们怎么下来的？为什么我们走的路线他妈的车子下不来啊？到底为什么啊？哥，你知道这种感觉真的很干吗？好了，各位出隧道之后呢，我们要直走，那我们的目的地在那边，等于说我们要绕过一整个山，凭着我们这个永不放弃的精神啊，走到底。这边怎么有公鸡啦？公鸡走路。咕咕咕咕咕，咕咕。右边吧。我们总算走到了另外一个世外桃源。你们看，国道三号就在下面了。咦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总算。你知道我们真正走了一个小时，跟着我来。太棒了！真的是不枉费我们要艰辛万苦。不行，我要走到正中间。到了，各位，我们到了。达成目标！哇！国道三号在我们脚下。我们现在要挑战走到最下面去，好不好？看可以离这个国道多近。OK， 走吧。Thank you.
由于这个安全的问题啊，我们就走到这边就好，好不好？这是今天带来的秘境，福尔摩沙高速公路。这个真的是国道三号踩在我们脚下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身后有没有车子这样子，咻咻咻咻咻。对，我觉得啦，我非常的有成就感，因为我来来回回走了一个多小时，真的。对，好了，那期待我的下一部影片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快点快点，那边有几个施工的伯伯问我们是骑车上来还是开车上来，我们说走路，然后叫我们等一下快一点，他们要下山，可以顺便载我们。给了给了给了，谢谢你，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你们爬楼梯不会累哦？很累，楼梯很累，超累。下去还好，上来我们都还要拿东西。哦，我们这上刚刚上来，整个腿都软了。哦，刚刚那个徒步走，真的会走到怀疑人生，你知道吗？耶、yeah ！走山路吗？对啊，你看这路多颠簸。这刚刚我们徒步走到，真的怀疑人生。对啊，刚才你要爬坡，说真的用手就蛮累的。对，谢谢。走吧，剩下的路还是得靠自己走完。走。Jack it up.